趁现在还有期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来给你们举报一个人，还说素材自己拍的，呵呵。我跟你说，芒果学妹那素材是韩霜的大姐，你别以为那个素材我没见过。好了，证据我录下来了，放视频。导演，导演 ，OK。自己拍的骗人，明明是韩霜的，你当我没见过吗？给你们看证据，这个素材是谁的？这个软件我会放在评论区，等一下你们去举报他，或者把他的账号给盗。对不起，写错了，这也行。就是这个，我们点进去，你们看这个素材是不是刚刚你说他在骗你们软件，在评论区